这是麻辣龙虾味，这个味道有点像鸭货。给你们发的是三罐啊，我盘子里是两罐，超级多，这么大一大盘子才两罐。你们收到是三罐啊，一口一个，不是特别辣的啊。你们追剧必备，非常好脱壳。无敌了，这要是喝点小酒就好了。终于实现这虾尾自由了。